棍子吗？我有点害羞，在木棍面前脱。对啊，也是。老师，他这样子这个要不要脱掉？这个？哎呀，需要需要。对，会影响。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？好的，来。哎，还没啊，我还没讲。还没啊？立刻马上好了，你赶快上去了。没有，要换下一位老师。大家先评估我啦。好，来。但是，他又看了，这 pose 好吗？你给我站好，很赞。但是我希望可以再把衣服稍微，老师你那么急，不是我需要肉眼稍微看一下，看一下他的那个肩膀，要看我的肩，啊，因为我是上身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给我，我扯啊扯啊，有棍子吗？我有点害羞，在木棍面前脱。对啊，也是。老师，他这样子，这个要不要脱掉？这个？哎呀，需要需要。对，会影响。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？晚一点再说。怎么晚一点再说？没有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嗯，当然，来来来。然后，我稍微看一下你这个。你要看，你要看我的生命线吗？不用了，先不用，先不用，不用是。其实好像还……哎呦，你很软哎。对，他气手是吓到了吧？好，现在的比例是不是这边看起来最硬、最快？最快。有吗？就是感觉很负重的感觉。对，感觉上面有压力，有压力，做一个人一样。好来，什么做一个人？谁动的？老师，他的高低屁股，你才高低眼呢，你高低头发。跟你讲一个小秘密，以轩他在很舒服按摩的时候会打嗝。哎，对，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按摩会打嗝。哎，老师，哦，哦，老师，老师，你的客人们有这样子，笑声这么奇怪的吗？好酸哦！几分？几分？哦，很酸，大概七分啊，七分，已经到七分了。嗯，对，可是这里很酸。哎，不是你要让他真实反馈，不能因为做效果。我没有做效果，他刚刚按那个点，这么痛哦！但那个点哦，这里很酸，哎，你屁股很软哎！你不要在大众面前讲这个啦！我会害羞，我会害羞。不是，我是在帮他。我还没结婚好吗 ？Hello， 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称赞哎。OK OK，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转移到别的地方？有可能，因为我现在在按他的右侧，有可能他直接转到头皮。就是我等一下要处理的时候，我会先从肩膀慢慢再往，对，再往上带到这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可以。老师，你讲话归讲话，手还是要按好。好。老师，你可以边讲然后边按。我边按。哎，可是这边好像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天哪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连我自己这样按都痛。对啊，因为你整个肩膀一直连到头部这一段，其实都是紧绷的。哦。对。老师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好，这个地方也超级霹雳无敌。对，霹雳无敌紧，对不对？霹雳无敌紧跟痛。恶作剧的时候，你就这样，喂，他就会啊，干嘛？我刚刚骚扰老师，会吗？老师，你是这边吗？这边？对啊，每个人都是都是吧？对，都是肩膀前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这边有一个穴道。对，就在这个交接的肩膀前侧，对，然后一直连到胸的上缘。老师，手继续动。所以，不好意思，手继续动。